正在为台北市拼未来的陈时中，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这几年虽然世界有很多变化，挑战很多，但是我要感谢大家支持我，当我的后盾，我们一起完成了很多工作。最重要的是，台湾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国际的肯定，台湾整体在进步，但是我们的首都台北市的施政满意度却不理想。台北市的条件很好，应该更进步。我们推出陈时中来选市长。陈时中是一个很温暖、会做事，而且有肩膀、抗压性很强的人，大家说是不是？他有问必答，有道理的批评他就很快的做调整，没有道理的指责他也不口出恶言。两年多来，疫情起起伏伏，有顺境也有逆境，挑战从来没有少过，批评也从来没有少过，但是陈时中都挺过来了。台湾防疫成功是全世界的模范，我们的防疫成绩让世界看到台湾，更让世界肯定台湾。他也是我们的卫福部长，他也推动了很多重要的政策，把育儿津贴翻倍，补助不孕症的治疗，增加产检假的天数等等。我们的长照预算、长照的据点年年在增加，我们也持续的扩大居家服务，让居服员在特定的时间到长辈的家里协助进食、协助沐浴，也陪长辈说话，不只帮助了生活，也做到了陪伴，不只照顾小朋友，照顾年轻的爸爸妈妈，更帮助我们照顾好老人家。从参选到现在，已经提出超过100多个政策，从大巨蛋到内湖交通，从老幼照顾到都市更新，陈时中准备好了。但是台北市这几年推得不够快，甚至有一些迟缓，陈时中说要赶进度，我们也全力支持。我们选赢台北，中央地方携手合作，在首都更有力的来实践，成为全国的典范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支持陈时中，我也有3个理由。他有温暖照顾的心力，为长辈、为人民多想一点、多做一点。他有解决问题的魄力，面对困难、解决问题、提出方案，要用能力和魄力来为我们的台北解决疑难杂症。他有沉稳抗压的能力。陈时中不谩骂，也不轻易的退缩，他忍辱负重，沉稳踏实。中央有我们，台北市有陈时中，会让做事的团队一起拼。陈时中当市长，民进党议员全力打。11月26号，中央地方一条心，台北大步向前走，台北一定会更好，台湾也会更好。陈时中，共胜！陈时中，共胜！陈时中，陈时中，陈时中。